好啫。Hello， 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你吐出来？弟弟也是吃早餐。弟弟，陈，你今天是 baby shark，有一个小朋友。我在看。我现在要出发去这个 Flora Park。Flora Park。我都不懂 Flora Park。两个人标准。哦，是。Hello， 瞧，小心啊！也是厕所。
哎，为什么会有水？好大颗的绣球花哎，这么大一颗，可以，爸爸抱你们坐。今天弟弟是来玩石头就对了，我们玩，我们看花。很恐怖，很恐怖。呀，坐好啊。两边不一样哦，不一样。Lovely summer, the cafe。你走，走。很难走哎。姐，你进，我进你。看着好。那个不知道，可以。耶、yeah ！哇，看到水他就哇，哇，很滑哎，差点滑倒哎，我的鞋已经，我的鞋也是不行了。是啊。好。我的鞋子不会。嗯。我们从这个佛罗卡这边出来了。9点我们到这里，现在是12:30，然后我们已经在这边拍了很多的照片，还有拍了很多的video，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喽。送上几张 NG 照片给大家欣赏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